高雄市农业局推动智慧农业四年来已经建制超过100个案场，从管田、管水、管肥到管病虫害与管净消存，都有导入科学化、智慧化的方法，让农务省时、省水也省力。来看看这些独门绝活，好用的管理工具在哪里？像爸爸早期他们就会已经就腰整个都磨损很严重，后面就会甚至要开刀换关节。它有不同的赛事，然后就是这边抽脂，然后主要它是这边 要在那个大腿的上面，就这边再扣起，然后再调整你的身形。那这也是有一个这个，主要要在你的屁股上面，因为它就是等一下你下去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把你撑起来，它其实就很可以很轻松的就抬起来。对，那我觉得对腰真的省力很多，我喜欢这样，其实腰就很容易受损，然后它就会把你拉住之后，你就知道，我要玩膝盖。那主要就是说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累。我是新市一亩田自然农场，然后我们现在有种的是这个洛神，还有秋葵，还有一些果树。除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虫咬嘛，然后会蜜蜂叮啊，或者是有时候看到蛇或什么的，当然一定会很累啊，腰酸背痛的。有时候割草也会过敏，那我们用这样遥控的话，我们跟它有一段距离，避免说我们在人工或者是说乘坐割草机的时候，很常会有那种遇到石头啊或树枝什么喷出来的那种危险。人工除草的时间很久，大概是现在用遥控的应该有一倍以上了，以前两个小时，现在不用一个小时啊，而且就几乎都站着这样，不太需要一直走动。这台机器现在不用人工去手拉，它只要把这个启动键一按，然后它就直接启动了，再省很多的力气哦。就算是我太太来使用的话，它也很容易。第二个是说，它有一个定速，我让它行走的时候，我切定速，然后它就会一直自己往前走。我就不用说一直手一直放着这样子。我这边是金恩典农场，然后我这边种植的地是荔枝，总共的面积是四甲地。那以往呢，我用人工去施肥的话，我大概要请十个工人，差不多要用两天的时间才可以完成。然后我现在有了这台电动的搬运车，基本上我一个人就可以操作，然后我只要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。这台呢，它的载重有达到300公斤，然后它爬坡的坡度可以爬到40度，然后倾斜度以标准级的标准来讲，倾斜度15度，那这台有做到20度。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加装差速器，可以优化它的马达，然后达到最大的效率。我是天泰先生，今年有导入了智慧灌溉系统，朝门一个番茄部分改成用滴灌的，因为原本是用钩灌的，如果我们今天土地没有很平整，就会遇到有些地方太湿，有些地方太干，我们会不好控制。滴灌从头到尾它的输水量就会差不多，对我们在管理上不会说，这边已经溃堤了，那这边却都还没吃到水。滴灌如果只要排水大概有做好，那原则上植物就不会缺水。之前的灌溉方式，我只要人一离开农场，工作都得停下来。现在有远端控制的，对于灌溉的部分，它还是可以持续进行，我也不用怕说，水太多或太少。那我们就是可以从手机上面，就是可以去做开关马达，或者是开关我们的电磁阀，对，所以其实在使用上是非常方便的。我是木瓜爸爸，富春山农场的厂长。它在夏季很高温的状态之下，它是不会着果的。微物降温把它加上去之后，花的着果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你看现场很有说服力吧。智慧农业其实它是在收集数据，现在是用蒸散量，就是今天蒸散了多少水分，
那他就把数据传输给他的智慧农业里面的资料库，到了他需要去浇灌的时候，他就自动浇灌。所以装之前，因为我们整个有十二洞，基本上要花3到4天，每天都在灌水、灌水、灌水、灌水。那现在装了智慧农业之后，是用赖去推波的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再赖看有没有灌就好了。整个全部灌完，大概是半天就可以结束了。那人力基本上节省大概会有10到15%。我们这边是金华农场专业的温室栽培水果小黄瓜，采收时间我们完全是不用农药，这种东西是生吃的东西啦，我们是尽量以无毒来呈现给消费者。以前没有这套自动滴灌系统之前，我们必须要用手动的。手动的话，就是有时候忘记开启，长时间没有吃到水，比较浪费，就是它不需要我们也灌了肥料。有了这套自动系统以后，不怕说它会失水，我们的肥料我们大概可以省掉1/3，因为它有需要才吃，没有需要它就不需要浪费。我是董廷宇，有种了1/3的番茄园，之前用的是杯式的喷药桶，每次喷的时候都会吸入大量的农药，有时候喷久了身体都会不适，手也会酸，腰也会痛，然后喷的时间又久，然后每次喷的量又不够。现在我导入了这一台呢自走式的喷药机，就解决了我身体不舒服的问题，然后也不太会吸入到那个农药，对，也比较快，然后它一次就可以喷2面的那个番茄，过去大概要喷4-5个小时吧，现在用这一台的话，时间大概都减半了以上，对，大概1-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。它不止喷叶面肥，它也可以把这个桶子拿起来，然后当成搬运车，可以放置那个肥料袋，可以搬运，又可以把它改成喷地面除草剂，可以大面积的除草，还蛮方便的。CP 值蛮高的，它可以一机多用。以前有选别人员去做一个手技的动作，那个重量的部分的话，这操作十几年下来误差的行为发生，现在改成由智慧磅秤直接磅完之后列印出来，会比较精细一点，后续有直接输入到系统内，如果有问题也是可以从系统中直接调出来去解决搬运的那个问题，这样子。你甲看卖啊，透过省力辅具与自走搬运车，一个人买使轻松这样。运用科技管理，农民能够精准的控水与施肥，达到稳定生产的同时，还能够降低成本。在采后的运销中，智慧磅秤系统加速出货，减少人为的误差。无论种植品项、田区大小，智慧农业可以量身定制解决方案，更有能量来应对天公伯仔脾气，创造可获利且惬意的从农环境。